试用期满半同居唐诗咏洪永成赤柱拍拖。33岁的唐诗咏在感情路上遇上花心男余文乐、崔建邦，爱得一次比一次甘，跟崔建邦纠缠九年 N 度分合，去年终于被放生了。拍剧遇上洪永成、Tony 互生好感，却因曾经爱得伤痕累累，诗咏拍再爱上贱男，不论身边朋友推波助澜， Tony 隔空示爱，他都是只敢采观望态度。观察期足半年，两个月前先由朋友升做情侣，为争取见面时间，近日开始半同居生活。不过诗咏就打死都不认拍拖，怕外苗小气。今日要拍拖啫，哎，唔该晒啦。日前被我哋断正在赤柱拍拖，发现被追访的积分道杨彪各自翻归，哇，继续爱得小心又低调啊。